直播吧，8月21日讯，北京时间2018年8月21日2点，西甲第一轮，瓦伦西亚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。上半场，格列兹曼秒传助攻，科雷亚率先破门，科斯塔险些破门。下半场，瓦斯助攻，罗德里戈爆射将比分扳平，加布里埃尔头球中柱，奥布拉克救险，瓦伦西亚主场1-1战平马德里竞技。瓦伦西亚今夏买断孔多比亚，进入加梅罗、切里舍夫与巴舒亚伊，而对手马德里竞技不仅留住了格列兹曼，而且引入勒马尔等强援。科斯塔世界杯过后状态保持不错，西蒙尼有了更多的进攻组合的选择。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中，马竞战胜同城对手捧杯，这对于全队来说更是受到极大的鼓舞，球迷对新赛季充满期待。谁能取得开门红，值得期待。格列兹曼搭档科斯塔出任锋线，科雷亚与勒马尔分居两翼。上半场比赛开始，瓦伦西亚率先开球，两分钟，格列兹曼前场挑传禁区，科斯塔越位了。四分钟，瓦斯禁区外左路远射高出。五分钟，加亚左路加速下底被破坏出底线。八分钟，费利佩左路45度传中被头球解围。九分钟，费利佩左路再次传中被解围。十分钟，戈丁长传禁区，加亚将球截断。十一分钟，科雷亚禁区前右路送出直塞，门将将球没收。十二分钟，萨维奇中圈踢倒米纳，萨维奇被黄牌警告。十三分钟，罗德里戈前场右路加速内切下底传中，后点瓦斯跟进，头球被奥布拉克摘下。十五分钟，罗德里戈禁区外左路抽射远角，皮球稍稍偏出。十六分钟，科斯塔禁区弧顶左脚低射被门将扑住。十八分钟，科克右侧角球发入禁区，戈丁压人犯规了。二十分钟，索莱尔禁区外中路远射打偏。二十二分钟，勒马尔右侧角球发入禁区，前点被头球解围。二十五分钟，格列兹曼禁区前右路内切左脚突然送出直塞，科雷亚禁区内停球转身右脚推射破门，瓦伦西亚0-1马德里竞技。31分钟，索莱尔前场带球直塞禁区，米纳跟上强行铲射被扑住。31分钟，科斯塔禁区内右路变向右脚打门，稍稍偏出远端立住。33分钟，费利佩长传前场，科斯塔停球，裁判鸣哨示意犯规在先。36分钟，帕雷霍前场右路铲抢断球，随后45度传中，后点瓦斯头球顶偏。40分钟，皮奇尼右路加速过人，费利佩将球护出底线。43分钟，勒马尔右侧角球发入禁区，前点被解围。45分钟，格列兹曼中圈直塞，科斯塔前场被加雷踢倒，加雷被黄牌警告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瓦伦西亚0-1马德里竞技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马德里竞技中圈开球。47分钟，瓦斯前场中路直传被断。49分钟，罗德里戈禁区右侧强突，戈丁将球破坏。49分钟，帕雷霍禁区右侧定位球发入禁区，皮球被解围。51分钟，胡安弗兰中场右路送出直塞，科雷亚禁区内热路横敲，科斯塔没有跟进到位。55分钟，孔多比亚右路长传，禁区内左路拉斯直接将球端到中路，戈丁解围失误，罗德里戈停球爆射破门，瓦伦西亚1-1马德里竞技。58分钟，加亚前场左路强突被破坏。61分钟，胡安弗兰右路传中，索莱尔将球控制。64分钟，帕雷霍左侧角球抽向禁区，加布里埃尔头球击中立柱弹出。68分钟，科克右侧角球发入禁区，萨维奇头球被挡出。72分钟，科斯塔直塞禁区，皮奇尼将球铲出底线。73分钟，科克左侧角球发入禁区，前点罗德里戈解围出底线，裁判给了瓦伦西亚门球。77分钟，
比托洛禁区内右路横敲被解围。78分钟，科克禁区前右路弧线球传中被门将摘下。80分钟，热尔松右路加速下底传中被挡出底线。83分钟，托马斯前场中路直塞被断。84分钟，巴舒亚伊禁区内右路尝试变向被断下。87分钟，瓦斯禁区内右路抽射被奥布拉克扑出。88分钟，瓦斯右路传中直接出了底线。90分钟，费利佩禁区内左路底线传中被挡出底线。93分钟，萨乌尔禁区弧顶前任意球直接打门打高了。93分钟，加梅罗禁区内右路打门被奥布拉克扑出。全场比赛结束，瓦伦西亚1比1战平马德里竞技。瓦伦西亚13内托21皮基尼24加雷66 12迪亚卡比5加布里埃尔14加亚6孔多比亚10帕雷霍8索莱尔75 23巴舒亚伊18瓦斯22米纳66 9加梅罗19罗德里戈替补未出场11切里舍夫一多梅内克15拉托20费兰托雷斯马德里竞技13奥布拉克3费利佩2戈丁15萨维奇20胡安弗兰8萨乌尔6科克10科雷亚81 5托马斯11勒马尔63 23比托洛7格列兹曼71 18热尔松马丁斯19科斯塔替补未出场9卡利尼奇1阿丹24吉梅内斯14罗德里